方面了，又有第二次的意思。那你听个听，你们讲听听。小公仔没下来。是走过山吗？后来想留了。干好好嘞。好，可以散好了。你那里万一嘎的不的。等你下咋吧？不是等你下了咋吧？你头发发芽了吧？那发芽呀，都给你剪了刀。剪刀那个菜，这个怎么你剪刀了？咋收了？那是吧？弄弄那弄不了两面了。